长青书记，琼花，你伤全好了吗？好了。来，坐下歇一会儿吧，给我吧。又路过这儿了。是啊，去年秋天从那霸天家里出来，那就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。变化是很大呀，现在苏区也扩大了，一切都变了样了，人也变样了。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，可真有意思。